季飞，23岁，辽宁人，石家庄经济学院市场营销专业，大学本科。大家好，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，我是东北女孩李季飞，是一名应届毕业生，来自于石家庄经济学院，今天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一份助理类的工作，谢谢。什么助理？最好是销售助理吧，与我所学的专业有关。你学的是市场营销？对，最大的爱好就是卖东西。最大的爱好就是卖东西？对啊。比如说？什么都爱卖。最喜欢就是卖东西？对。什么东西在你卖的过程当中太难，在你销售的过程当中销售的特别好？啊，刚哥您不要紧张，我把你的话给你捋一遍。哎，好，你捋。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紧张，你说，你捋，你捋。知道你累了，我给你捋一遍 你捋一遍。就是从高考之后吧，就一直自己在做兼职，做过一些销售类的工作，比如说服装、鞋帽。然后大四呢，也是通过面试进入了一家上市公司吧，天虹百货。也是来北京进行实习。也是做的最基础的超市销售员的工作。业绩都怎么样？对，因为天虹刚刚进入北京嘛，业绩肯定不是很好，但是我所在的区域要占到超市销售比例的将近一半左右吧，还可以。你的优势是什么？幽默，你应该发现了吧。你比方说我是一大爷，就来超市买东西，你怎么跟他幽默啊？大爷，今天外边天怎么样呀？还可以。挺蓝的吧？挺难的哈，您要买点什么呢？有什么能为您？不用管我，不用管我，我瞎转转。别呀，我是刚来的，我们领导正对我进行考核呢，您得有点善心呀，就是让我为您服务一下。不用，真的不用，我就瞎转转，我不定买不买呢。我不买你跟这么陪着一上，我多不好意思，我就瞎转。您不用不好意思，我就跟着您就行了。您有什么需要的？您看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戴个眼镜，老眼昏花的是吧？我给您看看。你得抓住顾客的那个点，懂吗？你抓住的是你的这种销售方法，是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抓住了顾客的点，然后加以侮辱上。不是那个话，如果是你说出来，可能是侮辱；他说出来，再口气稍微变变，大爷爽死了。少刚，现在怀念刚刚那位求职者了吗？我真的太怀念刚刚那位求职者。我喜欢。啊。确实是有特点，说话平时就是那个嘴比脑子快，对不对？也不是呀，怎么可能？就是说我是要思考的，我不是一个没脑子的人。就是我要说话，我是要思考的。是是是，来再说一下今天找什么职位？就是销售助理类的工作，因为我有针对性的这一家公司嘛，我觉着门槛很高，我还是从助理做起比较好吧。销售类的工作做助理？对，反正就是助理类的。行政做不做？可以。行政也做，对，也可以。有没有针对哪家公司来？今天应该说是冲着一位成功的女性来的。这位成功的女性的名字叫宋美霞。专门给宋美霞小姐写了一封信，可以看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念吗？可以，我也喜欢您，没事的。咱们摘要念吧，好不好？好。开始。在看天津卫视的《非你莫属》栏目时，看到了你，当时真的感觉非常好。你身上有一种很美好的感觉，深深地吸引到了我。我觉得一个女人在事业成功后，还能保持你这种亲切感，真的很少。哎，宋美霞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，截止到目前为止，有人这么有表情的夸过你吗？没有，说着我有点心虚，直接收了吧，直接就收了吧。就是夸你夸得这么深情，很罕见吧？对。为什么喜欢美霞？就是，你应该反正你不太了解女人，就是说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来，你继续。就是。女人的一种感觉，你懂吗？就是当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它触发了你生命中的那个点。宋美霞这个人不是个东西。
不好意思啊，就是说当我看到苏美霞女士的时候，她触发了我生命中的那个点。以前就是没有崇拜过一个人，我觉着能进入一个自己喜欢的公司，每天我都是微笑的，我肯定是快乐的，我是享受的，所以我在工作中投入的激情和精力肯定都是最大的。但是美霞那块是没有销售工作的，那不还有个行政助理吗？我也没说死呀。销售和行政助理都可以。嗯，对。你可以在接下来的聊天里面不再伤害我吗？可以啊。是这样的，我是怎么想的呢？我在上台的时候，我就是祈求老天爷吧，是，就是说希望你能少伤害我一点儿。我以为你的斗志很强，但是上了舞台之后，可能是因为到最后您累了，还是怎么的？没想到您没伤害到我。发现我及时不堪一击。别人怎么对待你是取决于你对待别人的态度。少刚是锐气太重，所以女孩才这么对他。我告诉你，姑娘，不要让我出手，出手我会伤你。您出手吧。太牛了！好，这样吧，十二位不需要提问了，不要提问了，不要提。他没有什么工作经验，常年主要是以卖小百货为生。没卖过什么大件儿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的工作要求也很低，销售助理、行政助理。所以我要补充一个问题：如果宋美霞不走，这灯还亮着，你考虑其他人吗？不考虑，人要有一定的目标。我今天来这儿了，就是为了他而来的。这是他的一个态度，不要影响各位的选择。十二位，请选择。小辉离开，他离开，没离开，文怡离开，江也离开，哇，吴强也离开了，不错，有六位留了下来。我想说一句话啊，可以，就是说，其实来到这个舞台，我想做的就是说表现好自己，希望能够进入中盟世纪公司。在私底下我也是一个就是很开朗的女孩，在台上应该表现的就是一样的。其实我不是一个喜欢受到人关注的人。我给中盟世纪公司投了不下30封简历吧，每一封我都加了求职信，写的甚至有一封我记得很深刻，就是说希望能进这公司学习，就是说对于自己的毕业以后的工作我能够很快乐，因为我是一个崇尚快乐的人，我甚至可以说我实习期不要工资，但是都石沉大海了，所以最后我才报名参加了非你莫属，这是我现在唯一能见到他唯一的平台。不说了啊，这样显得自己还可怜兮兮的。没有，就是找工作，而且现在还有另外的5个老板也留了下来，你现在要向大家证明天生我有才。李继飞，为什么专门要展示一下书法作品？是因为平时练字，对不对？也算是一个特长嘛，就是希望能够多多展示一下自己吧。反正就是已经10年没有写过了。小学的时候学了6年，也挺匆忙的，就是大家就凑合着看吧，眼睛别疼就行。除此之外，还是商学院，就是所在大学的，对，商学院的新生风采知识大赛最佳人气奖。不一定是知识最多，但是有人气啊。人气是怎么来的呢？欢迎回放一下刚才的节目内容啊。优秀学生干部是什么干部？班长。班里面的班长。对啊。在你们班里面是没有人敢和你顶嘴的吧？没有呀，我对每个人都很好，就是大家都叫我老好人，他们不愿意做的事儿，我可能都会去尽量的帮他们。你是你们班的老好人啊？对。那你们班的这个江湖可够险恶的。对。但是他现在的表现过于的伶牙俐齿哦，有点会热闹是热闹，但是也许会不招老板喜欢哦，显得油腔滑调喽。因为你现在太口齿伶俐了，太幽默了，那么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原则：没有信任就没有销售。没有大的信任就没有大的销售，没有长久的信任就没有长久的销售。所以当你写的这么如此的伶俐的时候，会不会不经意间把信任这个很重要的东西给丢了？上一个选手他很平稳，但是他容易获得信任。老潘，你给他一些建议好不好？你也对我做做好人。我怎么什么都不会说了。喉咙一片空白，因为他太能说了。
就是做销售啊，还是要服务，就是取得客户的信任是最重要的。其实这个销售的价值呢，就是服务的价值，不用说是销售了都想象的，要像说相声一样，要如何的侮辱一下别人啊，或者是吹捧一下别人，我觉得这些都不好。好，就是要非常非常平时的语言。好的。因为您刚刚毕业，刚刚迈入社会，可能呢通过这各种媒体啊，尤其网络媒体，对这个销售上面的都有一些误解。嗯，它最重要的价值还是服务。好，记住这一点吧。谢谢，谢谢老潘给的提示，谢谢。好了，六位，不问其他的问题了。美霞，我希望专门跟你说一句话，希望他对你的这种专门的诉求不要给你造成任何的压力，绝对不会。如果你要是想离开，可以放心的离开，不用顾及到其他的问题，因为我们现在不去讲情绪情感，这是一个求职平台，严肃的职场节目，相信我好吗？六位，现在到了你们二次选择的机会了，你们是希望李继飞继续还是离开，请选择。来听一下六位分别能带来的职位，怀哲解决网，销售，我还是当最佳替补。销售，我们呢其实要做一个校园招聘的项目，所以我想招一个他能够了解学生的，跟学生能够沟通，同时呢他的比较有一些成熟的思想度，其实你看他，我觉得他思想挺成熟的。好，美霞。你好，我有两个职位给你选择，一个是植入广告大客户销售的助理，另外一个是 PR 活动部的执行人员。陈欧，市场专员，从基层开始。好，凌霄。你好，吉乌特提供的是门店导购的职位，谢谢。你好，酷讯旅游网提供的是在线，是我们网站上的品牌广告销售。网站上的品牌广告销售。对，就是把其他的公司的广告投在我们网站上。解决网。FESCO 中盟世纪聚美优品吉物特和酷讯走上前去，把其中的四盏灯灭掉。 FESCO 和中盟世纪谈钱不伤感情。你开始的时候你的薪水应该是3000块钱，因为你是个应届生，但不一样的是说这项目我们会成长非常快，你有可能一年内你就要带团队。最重要我觉得这里面的成就感是什么，是你自己真的能够很快的在一个公司做到一个位子，然后有一些这种价值，而且你能够管理很多人，有这种机会啊。谢谢美霞姐。我们这儿的这两个职务试用期分别是3500块钱、五险一金，还有什么问题？没有。试用期多长时间？都叫没有。3个月，一般都是3个月。多长时间我都愿意。都到这会儿了，咱们能结束咱俩之间的你来我往吗？我很善良的、坦诚的对待你，你还扎我。但是我觉着今天你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。15秒钟的思考，然后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FESCO 还是中盟世纪，或者选择谢谢再见。中盟世纪。